还有多少人？明天会去中国？一二三，还有哦，这哦，这好这个，今天早上收到安南的 Lila 的信，他说来的，因为安南的 Lila 他是从，杭州过来的，他也带了十一个人，他回去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好，他觉得他说肯定我再来，他也说特别喜欢这里的现象，当然他们很美。他也说下一次带了更多人，这个很好，听到安南德利勒满意，我们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很开心，所以。明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庙，我们到南方，到萨迦湾。萨迦湾是一个旅游城市，在海边。如果你喜欢进去海，也是一个好的地方。那边的所以啊。不错，可以游泳。我们从三千万，我们那边我们有一个小庙，奉献是不多，他们有一个小地方，就是明年他们搞团结节，所以明天我们也去参加他们的团结节，明天晚上。我们待一个晚上，在沙吉湾，第二天早上我们走，我们去怡保，我们在怡保吃午餐，我们也可以看一些地方在怡保，我们从怡保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叫 Singapore，是一个。小城市，那边也我们有一个小庙，他们也有团结节，所以他们邀请我们来参加他们的团结节。新埃斯普那边印度人多一些，印度人他们是晚一点来到马来西亚，本来。马来西亚是英国的殖民地。那个时候，他们开始种了很多，香蕉树，不是香蕉树，是那个 rubber，怎么说？香蕉树，开始他们种香蕉树。以后那个价格的变低，所以他们开始种那个palm 中 oil，棕榈，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很多这样的树，种了很多 palm oil，棕榈油。棕榈油不好吃。应该不能吃，所以胃不好。可是有的人爱吃，他们种了很多这个棕榈树。有时候那个香蕉的价格变高一点，所以他们再换回去种香蕉树。本来都是炭香，有很多炭香树在这里。推荐不容易找到，到马来西亚的人口不是很多，
大部分50%多是本地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人，所以你也知道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不可以放弃伊斯兰教。我们派出的时候也，如果你碰到这样的人，他们说，哦，我是穆斯林，所以你就听到了，你就哦，对不起，那 sorry， 你可以就告诉他们抱歉。所以，国家不允许他们，也不允许我们派书给他们，也不允许他们接受我们的书。他们的宗教是这样，是不开放。50%多是伊斯兰教本地人，中国人是30%。他们做生意，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做生意。印度人只有80%，8%，不是80%，八。他们不多，他们是少数民族。也有在山上也有少数民族的人，也有本地人。本地人他们是住在山上，他们很可怜。他们是真正的本地人，我们其他的人我们都是移民。所以马来西亚有碰到三个社会，有中国人，有穆斯林人，本地人，还有印度人，还有一些小。Somebody connect to Putin. Okay. 所以我们明天去萨迦湾，后天去新埃斯普特。新埃斯普特也有唐吉诃节，那天晚上我们要离开新埃斯普特，我们需要坐车到马鲁加，我们也在马鲁加4天。马鲁加我们有一个好一点的庙，在那边我们可以安排好一些活动。马鲁加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Portugal 的人他们进来那个马鲁加，把那个地方发展。印度人也来到马鲁加，有一个码头那边，以前最近没有。我们在马鲁加4天，我们离开马鲁加，我们到新山，在马来西亚叫 Johor Bahru， Johor Bahru JB， 也可以说 JB Johor Bahru。在中文是叫新山。那边我们有4个庙。所以今年他们搞一个会议在那边，我们看多少人来。有的人说 Jayapataka Swami 来，可是不一定来。今天我听到 Jayapataka Swami 没有去那个Bangalore。
Bangalore. Bangalore. 他们要去那边有一他的门徒的儿子，他们有很大的婚礼事。本来他们邀请他去那边，可是他没有去，他就通过网络给他们讲一点课。所以我们看他的情况，不一定他可以来，可是其他的sannyasi来。我们有 Bhakti Vinod Swami， Bhakti Vinod Swami， 他是住在印度南部，在福州比较大一个庙，在印度南部，他也是 Jayaprakash Swami 的门徒，他也来，还有一些年长奉献者从印度准备过来。我本来我听过 Subhag Swami 也来，可是以后他们说他不来。Subhag Swami 他是我的灵性兄弟，他是一个印度人，他80多岁，可是他的身体很好。我成为奉献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在庙。他在伦敦成为一个奉献者，他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在加尔各答。他的父母看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庙，到他们看他经常跟圣人在一起，所以他们怕以后他成为一个和尚，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派他去英国读书。所以他们派他到英国读书，在英国他见奉献者，成为一个奉献者。奉献。如果他来也非常好，我不一定来。我们看多少人，新山靠新加坡，新加坡的奉献者有一些肯定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很多人就在新山，在新加坡上班，他们的工作在新加坡。如果你过海关在新加坡，你可以看很多很多人，他们都骑摩托车也开车，有的人他们。3点钟早上出发，晚上11点钟回来。他们工作在新加坡，可是他们住在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便宜，比新加坡可以赚钱。一个新加坡 dollar 是3.4马六甲马来西亚的钱，有3.4，所以如果有工作在新加坡，就在马来西亚，那是最好，可以省钱。就是每次去那边，也回来从那边，很辛苦。有堵车，有车子很多，有人特别多，所以我们在新山，我们待了4天，那边有大会议，然后我们会来去吉隆坡，在那边在吉隆坡过 Radha Singh， Radha Rani 先生的，上一次前天我们看了我看了很多关于传教的方法，我觉得无论你做什么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传教。我听过有 Rajapriya Mataji， Rajapriya 一天他来了
他带他的儿子到这里读书，可是他的儿子不太愿意读书，学校也不要他，觉得太麻烦，他们让他走，所以他们会去中国。你说他会去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工作，本来他是跟苏普利在一起做饭，就是他觉得他有多钱，所以他去别的地，去到医院做饭。到医院的时候觉得也还不行，他现在开一个美容店，是我觉得开美容店也是一个 好的地方发展奉献者。因为我认识以前在上海那边有奉献者，他们也有美容店，发展很多奉献者，很多人去那个美容店，他们接受 Krishna， 接受我们的灵修。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很愿意给他们讲 Krishna， 你可以发展奉献。你只需要勇敢一点，你只需要鼓励他们，给他们讲 Krishna 的好处。Krishna 也在波折万格，他也说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你应该做这个事情为了 Krishna。 所以我们的奉献是做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传教。有的人他们会做太极拳，有的人会做饭，有的人买衣服，有的人他们有工厂，有的人有工作。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给他们讲 Krishna， 肯定他们可以接受，他们有的人愿意听。因为很多人对物质世界、物质的生活觉得不快乐、不满意，他们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鼓励他们唱，开始念 Hare Krishna， 唱诵 Hare Krishna， 跟我们一起很开心。我们奉献者，我们我看奉献者，就是说几天一天，我们去尼邦塔堡那个小地方，我们去那个地方一个晚上，那个时候我们做 Kirtan， Subhuti Rai Prabhu Ling Chang， 我们都开始唱歌跳舞，每个人都特别开心。那个庙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富有，可是我们都很开心。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超过物质世界，我们可以变成快乐。如果我们记忆 Krishna， 我们就需要多记忆 Krishna。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忘记 Krishna， 我们想物质世界太多，我们想我没有钱，我没有结婚，我没有孩子，我没有男孩。我们想很多物质的事情，你应该不能浪费我们的时间想那么多。我们应该就像 Krishna 的逍遥之光， Krishna 做什么，你想 Prabhupada 做什么，这样我们可以变很开心、很快乐。因为我们的本性是 Satchit Ananda， 是永恒的快乐，也有就是，所以通过奉献服务，我们可以变成快乐。Srila Prabhupada 希望我们都很开心。他看奉献者的时候，如果你们不开心， Prabhupada 肯定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开心。如果你不开心，肯定你不想 Krishna， 你不在 Krishna 之间。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记忆，控制我们的心意是很重要。控制心意的方式是唱诵 Hare Krishna， 读 Krishna 的书，
讲 Krishna 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我们缺少奉献者，我们需要多一些人。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你们可以来这里做服务，肯定有很多服务在这里，崇拜神像，也做饭给神像，还有Prabhupada在那边，每天我们都服务Prabhupada，穿Prabhupada的衣服。外边也很多人，很多人他们，但我们需要见他们，给他们机会看 Krishna 的书，给他们机会念 Krishna 的名字。在这个国家，他们比较开放，对宗教，他们不反对。是他的宗教，虽然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可是他们不反对的是他的宗教，所以他们给我们机会搞很多活动。我们有探亲节，在马来西亚，在很多地方，他们放这里的放学生告诉我他们。两个星期一天，他们去一个小岛那个兰考伊，那个岛叫兰考伊，那边也有些印度人，他们安排探险节，所以我们奉这里的奉献者，他们带了他们的 Rathyatra 他们的车，带他们的 Rathyatra 探险节。到那边搞 Rathyatra 搞一个探险节，他们觉得特别好，有很多人参加，有外国人，有本地人，有印度人，他们都参加。他们也搞那个探险节的意思，意思一天没有那个节，所以他们说。明年你一定要带中国奉献者到那，他们也可以来这个岛跟我们一起搞探险节。所以明年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来参加那个节日。Prabhupada 希望我们吸引本地人参加我们的活动。当然有很多活动，所以人也很忙。开车，如果你在这里开车也是很辛苦，你的车子很多。如果你碰别的车也很麻烦，很容易有罚款。到处都有那个 CCTV， 他们看那个红灯。如果你超那个红灯，有罚款，有几百块罚款。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年轻的男人，他本来他跟我一起那个 Pralada， 你们看过他那个 Pralada？ 我给他气的，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他也气的，因为他回家到吉隆坡，因为他。准备上大学，所以第一天他开车开他的车，第一天他有车祸，第一天，所以也有罚款，也有需要花钱修理车，所以真的这里的人很辛苦，不是很容易。这里的奉献者也帮助中国的奉献者来的时候，他们有的人来飞机抢劫我们，带我们到庙啊。我们回去的时候，有的人带我们，Kalisha Prabhu 也开车带奉献者到我们的活动的地方，我们到其他的庙，
他们离开吃了，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累，这里的人他们开车也开得比较快，所以我们也感谢他们给我们很多服务。我们没有机会邀请他们来中国，我们没有地方，没有庙啊，所以邀请他们来中国没有什么意思。有的地方有奉献者，有的他们发了一个视频给我看，奉献者在东北，他们在那边客堂，我看他们的地方，我觉得那么大吗？他们说要我们安排每个大节日，我们都在这里，很大的地方。阿叔他也去过东北，他觉得那边是最大的庙在东北。他去了，去那个牡丹江，牡丹不在牡丹江，在郊区，奉献者，有奉献者，他们有能力安排。让我派的 Swami 他也告诉我，他希望明年安排，因为这个时候进去中国不太方便，所以 Ramapada Swami 他跟我联系，他说明年他希望我们安排去 Sri Lanka。 Sri Lanka、所以他那边因为有的人认为 Sri Lanka 是那个Ramachandra， 住 Ramachandra 的逍遥时光的地方，Rama 跟 Rama 故事有关系，所以 Ramapada Swami 觉得我们可以邀请奉献者过来那边，我们他也邀请他的门徒从全世界过来的，有的人是美国人，有的人是印度人。邀请他们都可以来，斯里兰卡，你们也可以来，因为他也希望我，他也邀请我也去，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去那边，奉献者可以来，斯里兰卡有好的联谊，他觉得最好的时间应该是那个国庆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放假一个星期，所以如果是方便，你们可以记忆，你可以安排。因为罗摩帕的 Swami 他说，他有一些人，他们特别有能力安排奉献者住的地方，也安排他们的 prasadam， 他们可以安排。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收费是多少钱。可是他说他们特别有能力安排，他觉得应该不会太贵。所以 Ramapada Swami 肯定有一些他的门徒从中国过来。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欢迎你。无论你是谁的 Guru，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是一个家。所以这样的活动都是很开放。来这里的时候，我们欢迎所有的奉献者，你们都可以来。我们有很多门徒，很多不一样的灵性老师，我们都欢迎，很开放。就斯里兰卡也是这样，你们如果方便，你们可以来。我们。
那个时候你也可以听 Ramapada Swami 说他想讲到Hanumana 的荣耀。Hanumana 在 Ramayana 进去那个 Lanka 的时候，你可以看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明年的事情，你们可以接，你可以安排，你可以准备。去斯里兰卡，中国人也不少，到处都有中国人。这个时候，因为所以斯里兰卡也有很多中国人，你们可以来那边。我们也有伊斯兰的庙。我不知道他们盖完了，他们上一次我去那边，他们还没盖完。所以这个是一个事情，我们想安排奉献捐，可以在一起有好的联谊，你也可以看一些不是印度的地方，可是我们认为本来那个斯里兰卡本来是印度的一部分，现在是分开不一样的国家。于是这个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跟奉献者在一起，有好多好多。Ramapada Swami， 他今年他准备去新加坡啊。如果你们也想见他，你也可以。他在准备在新加坡两个星期，国庆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在新加坡，他也早一点去。可是你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没有庙去那边，你们需要自己安排你们住的地方。而且新加坡比这里贵，出租车特别贵，不是也有很多公交车，也有那个地铁，因为新加坡不是很开放的地方。Prabhupada 在的时候，他到新加坡，他们不让 Prabhupada 进来，他们告诉他，我们不要你们在这里，你走。他们知道 Hare Krishna 在很多地方，在西方国家，我们天天都在街上唱歌跳舞也看书。所以他们新加坡认为，哇，我们不要这样的活动在这里，你们不能来。所以 Prabhupada 跑到全世界传教这个那个地方，不让他进来。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样的地方怎么样？不幸运，不让 Prabhupada 进来。可是那个时候 Prabhupada 来这里。马来西亚跟那边不一样。所以我们奉献者希望你们知道，虽然你们这个时候不可以容易进去印度，你还可以来来这里，来马来西亚，你也可以去泰国，你可以去尼泊尔，你也可以去斯里兰卡。Bangladesh， 不太安全，我们不鼓励奉献者去那个地方。孟加拉，新孟加拉，东孟加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是不安全，我们的庙也不太安全。所以我们
虽然我们奉献在很多那边，还是我们还是，我们是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信伊斯兰教。就是那个东孟加拉那边有很多就切坦尼的逍遥之光，很多他的奉献者从那边，他们的出生地在那边。所以我们有，你可以选择，尼泊尔那边我们的庙也很好，奉献者也多。卡特曼都也有其他的地方，还有斯里兰卡，还有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可以。香港你们也可以来，香港中国人有七天的时间可以来。可以在那边，我们有庙，不是很大，就是还有奉献者，有献上。如果你没去过香港，我们希望你也可以来看香港。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有哈利南在那边，我们去海边，在码头那边。到处都是中国人，他们都来香港旅游，他们看我们在那边唱歌跳舞，他们很好奇看看我们，因为中国人没看过啊，这样，这是什么？你们做什么？所以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做 thank you 堂，有很多人。在街上，也很多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我们希望奉献者也不能忘记，你们还是要读书，你们都需要学习Bhakti Shastri。如果你们还没学完 Bhakti Shastri， 一定要把那个课程学完了，你应该有证书。以后我们希望你教完你们的去开始教国之法堂，你可以学习 Bhakti Vaibhava。昨天那个，小黄，李小黄告诉我们关于那个，回来女家，他们的方式，他们也有课程，特别系统的方式，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都学，都需要学习，虽然他们的。课程的内容特别初级的东西特别简单，他们也没有用经典呢，没有用经典，就是他们还让他们的奉献者学习，很重要。你们都需要读书学习经典，你们很多人也参加梵文课程，现在每天早上我们听你们念梵文，有一些人会念，不是所有的你们的，就是我们希望你们都练习念梵文，念我们的世界。Prabhupada 希望我们，因为是 Prabhupada 教我们做这样，每天早上 Prabhupada 安排课程是这样，我们拍书的时候，如果他们看我们的书，他们看梵文，他们问你这是什么？你可以读这个吗？
你需要读给他们听啊。Om Purnamada Purnamidam。哦呀，大部分不知道啊。Purnat Purnam Mudachyate Purnasya Purnam Madhaya Purnam Eva Vashishyate Dega Shujya Tebe Yoming Hantua Parliament Tamanin Nega Tawin。你们也一定要背，你应该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这背，我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他们没有教我。No, we have, 我们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学习念梵文，我们也会念中文，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知道每个事很多 重要的世界 Bhakti Shastri Kirchak 需要背多少世界啊？三十八，转年是四十，变成三十八，我们四十五，四十五，很好，你们都背了。有一个 Mataji 在美国 ，Narayani Mataji， 她是我的灵性姐妹，她也是很有名的奉献者，她经常到外国传教。他也经常讲 Bhakti Shastri Bhakti Vai Bhava Bhakti Vedanta 课，他告诉我他学习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念每个世界，每天早上你可以背，这种我们每天早上唱八颂令时，你读完 Mangalarti 以后你可以背Bhakti Shastri 的世界。Dinasmin yata dehe Komaram yovanam jara Tathadi hantara Pratir dira satra namoyati Matras parshastu konteha Sitoshna sukha tukada Agama payeno nityas Tamsatiksha svabharata。如果每天背，也容易记忆；如果你没有背，也没办法。COVID 的时候，我们有那个 COVID 的那个传染叫什么？你们说？啊 ？COVID， 新冠病啊，新冠病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 Mayapur， 我待了 Mayapur 两个半年。那个时候新冠病毒的时候我在麦克，那个时候我们的庙也没有 Mangalarti， 没有人去 Mangalarti， 我们就在我们的 Ashram， 就每天早上我们念那个 Brahma Samhita， 每天早上念 Brahma Samhita， 我们念那 Goswami Astikam， Goswami 的八颂灵石，我们也念很多这样的梵文世界。每天早上你们在中国，你们有机会早上你们没有很多活动，你们可以在家，你可以天天早上念我们的世界，这样你容易背译。如果你们没有背他们，没有念他们，可能记不住。所以帕鲁帕希望我们学习，帕鲁帕也希望我们用我们心里想嘛，我们应该用那个知识传播给别的人讲，给他们讲。不这万哥说，咱不打骂，朋友是。
我们只要用我们的教育为了传播 Krishna， 让他们知道怎么能皈依 Krishna。Prabhupada 病的时候，他们带他去英国。他到英国的时候，很多奉献者从德国过来的。那个时候，德国的奉献者拍的是最好，他们特别认真拍了很多书在德国。因为德国也很困难的地方，他们都是吃肉的，都是喝酒的。都是特别堕落的人，是那边的奉献者特别热情，拍了很多书。所以 Prabhupada 来到英国的时候，奉献者都从德国过来的见 Prabhupada。所以 Prabhupada 告诉他们 ：“Yari deki tari kaho Krishna upadesh。” Prabhupada 那个时候问他们：“那个 Krishna upadesh 是什么？”那个 Krishna Upadesh 是什么 ？Yari deki tari kaho Krishna Upadesh。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跟什么人，你应该告诉他们 Krishna Upadesh， Krishna 的教导。Prabhupada 问奉献者：“那个教导是什么？”你们可以回答吗？那个教导是什么？他怕他们是。你不知道吗？哪里呢？谁知道？你也不知道吗？啊？唱诵 Krishna 是你？嗯？啊？Yes， 皈依 Krishna， Sarva Dharma Parigeshna。放弃所有的物质的宗教，完全皈依我，我保护你。这个是 Krishna Upadesh， Krishna Upadesh， 我们应该从波折文革出来的讲，波折文革是 Krishna 的教导。所以 Prabhupada， 我们跟 Prabhupada 在一起的时候， Prabhupada 是这样，他一直问我们，靠我们，希望教我们，提高我们的知识。所以我们鼓励你们多学习进步，怎么能进步？多传教，坚持他的人将 Krishna 的荣耀，将 Krishna 的教导。 OK， 有问题吗？没问题。Yes。嗯，有。嗯。我现在属于不行的。我见谁我都想方设法的把这句话说出去。就是现在我不管上街买菜干什么，我只要有机会跟他说段话，我就想跟他传播。在家里，我也是对家里人也是这样。然后我们家里人就不太理解，这是不是需要用什么方式来和这种方式是不对呢？我该怎样面对家人这样的说法，还是依然要坚持？我觉得你应该让他们听。音乐，你应该放 Hare Krishna 音乐，让他们听我们的 Kirtan，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听到今天早上，大部分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不想学习，不想听学习。可是 Hare Krishna 音乐特别开心，让他们听 Hare Krishna Kirtan。不能告诉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是我们的 Kirtan， 我们的冥想瑜伽，我们听这个音乐，让他们听音乐。
你不要不需要讲很多，跟你的家人，你的家人都是无神论者，都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肯定对你的灵修没有兴趣，所以你不能给他们讲太多，就让他们听 Hare Krishna。他理解我，他也支持我，然后就说我太执着了，就三句话不理谈，就说为什么三句话说为什么，然后我说除了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啥，就是他说太执着了。They understand what she is practicing. But as usual, she always talk about Krishna. That is, they not understand.Among his talking, she's always talking about Krishna. Well, just, you should tell him just so. Ruba wa hen kai sin, ni ingai kai sin. Ni jika, jika shi ni de jang fu. Ni jika fu ta. Ruba rang Krishna, chang Krishna de rong yao wa hen kai sin. Ruba wa hen kai sin, ni ingai money.我没有花你的钱，我就唱 Hare Krishna。他也理解，他也知道好，他就说我太执着了。我们家的人现在没有，可以说没有障碍，我婆婆家和娘家没有障碍，就说我太执着了。执着，什么意思？执着的说，那不难。So enthusiasm to talk about Krishna. So.Attached. 没问题，没有大的问题。是一种批评。嗯。不是一种批评。No criticism. 如果他不反对，这个是最大，你很幸运。他支持你，说你很幸运，他不反对，很好，感谢他，你就服务他，给他好的菩萨，好的菩萨的吃。就是我做饭嘛，确实不好吃。然后他说：“你先让我吃素，你做的好一点。”嗯，他应该感谢你。你没有邀请他，我要多钱，我们要多这个，我要弄这个，你们很多抱怨，你就很开心，唱 Hare Krishna， 所以他应该感谢 Krishna。刚开始疫情那时候，我接触了，然后我们家三口都唱诵，后来可能因为我太执着了，他就不唱诵了，但是他也理解我，也支持我。很好，你很幸运，感谢他。OK， 阿里克斯，下一个节目是什么？啊？我不放，什么？The last day performance of the dancing and the drama. Okay. Yeah. 在这里看。是的，他要perform，他要perform给丞相。Okay. 我们当丞相，大概。对的，他派我师傅。他第三嘛。啊？现在可以准备了，他准备好了，可以。好，够分钟。亚克队可以开始了。可以，嗯，开了。有一些不上的，估计这个。Thank you.
些不上的东西想看一看，大家可以来听。OK, Hare Krishna. 数量不多啊。